我们在这儿，保护好康乐。我们谈谈吧。 你们想干什么？再过来我就引爆了！康乐，你冷静一下。他是谁？是他，是起火。我理解你的心情，我知道你不想滥杀无辜。放下引爆器，你的人生还有机会，相信我。 动我最后！我们不动，我们不动了。我现在手上什么都没有，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，我们好好谈一谈。<笑>公司的炸弹已经被你们拆掉了吗？我早就想到了。 像你们这样贪生怕死的人，肯定会想到一切办法保住自己的性命。但是我怎么也没想到，你们宁愿冒着生命危险，也不肯将莫依来还给我。它本来就是我的东西，你们为什么不还给我？为什么？啊？ 为什么？你们已经拥有一切了，你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痛苦，所以你们更加没有想过改变这个世界。你们知道痛苦是什么吗？是永无止境的煎熬和孤独，是我哭喊求饶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在乎。 他们只觉得你恶心，因为我是一个怪物，我的世界本来就比地狱还要痛苦1万倍，所以你们怎么会懂？ 不是我，我这辈子只快乐过2天，第1天。 是妈妈牵着我的手在河边看月亮，我们一起唱着歌，我以为我们可以永远这样。然后妈妈自杀了。
我以为从此以后我们俩就会是彼此唯一的依靠，可是后来他也离开了我。我只是想救人，我只是希望大家都活着。我有什么错？连他也要离开我？都不许走，都给我活着！丑陋，见不得光的我都活着，凭什么他们不行？啊！妈妈，拉拉姐，还有戴明，他们一个一个都解脱了，自由了，只留下我一个人受苦。只要我能拿回莫依来，我就再也不会被抛弃，我就可以主宰一切，决定所有人的生死。对，拉拉姐最后的心愿也是让我夺回莫依来，把莫依来交给我，交给我，把莫依来交给我，给他吗？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用他干什么？莫依来是我的，你管不着，你自己过来。张一凡，你给他放那儿，放那儿就行了。退后，退后。拿到了，拉拉姐，拿到我们的莫依来了。再也没有人能欺负我们了，我们可以掌握别人的生死。人类因自由意志才成为人，莫依来也并非生命的主宰。他现在就是你创造他时候的样子，也是程拉拉现在最想看到的莫依来最原本的样子。你们说什么？莫依来已经被我们出手。